好了，你选啥都输。好，你问问吧。问啥呀？问那个啥，涂没涂口红？没涂口红。没涂的是男孩子。那可不一定。这把什么必输？该你了。该我了。你那位有没有留胡子？留了的。怎么回事？留胡子了。没胡子扣掉。咋回事？哎呀，他都没胡子呀！哎呀，都没胡子，你看看，哎，胡子呢？哎呀，胡子。啊！这咋玩啊？这？我这个有，你看这把我势在必得，我跟你说。好了，下午了。林大伟有没有呲牙？没有，没呲牙，呲牙就扣掉。扣不了几分。没几张啊。完了，我还没拆呢。快快！你的那个是不是黄色的头发？黄色的头发，是。哎，那我们你干嘛呀？咱们。我们能猜他这个？那你那位是不是黄色头发？是是啊。赢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？如果我们猜对了，算我们赢不？不算，咱们快快，是不是这一张？是不是这一张？那你是不是猜错了？不是，就是我赢了，我猜出来了，我已经赢了，你们俩。